大家好，我是香香，今天又来面临县了啊，那和一个这个小吊带背心宝宝的，然后这个是用那个蚕丝蛋白勾的啊，这个稍微勾了两个，这个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这个花边都勾了一圈，啊，然后这个呢，怎么说大小的话啊，就是根据花边的大小。你如果想要勾大一点，就花边就勾大一点啊。这个在教程里都有说，还有一个这个颜色，这个小一点点，这个花边就少勾了一圈。然后这个小的从腋下，就是从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量到这个位置，它是28厘米，这个都勾了一圈啊，都勾了一圈白色。然后这个从腋下量，就是从这个位置量到这个位置。是32厘米啊，然后这个用线就是主色的线，这个白色线的用了2两，就是2团，这个配色线只用了一点点哈，不多啊。这个颜色自行搭配，这勾法也简单，就是8个祖母方格勾成的啊。好了，现在来勾啊。我这个用的是宝宝线蚕丝蛋白啊。然后这个钩针，双头钩针还是用大的这一头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这个钩了，你看啊，这两圈白色不算是后面钩的啊。然后这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，这个祖母方格等于说这个中间这一块我勾了5圈。那么我这一块就勾了1、2、3、4，只勾了4圈，我少勾了一圈啊。我感觉这个钩小一点，这个还是蛮大的。这个大小啊。就是根据这个祖母方格来定，你要大一点，你这个就多勾几圈；你要小一点，这个就少勾几圈啊，这个就勾小一点，啊。然后现在来开始勾，我这里就没有，这中间没有用到白色，最后边用的是白色啊。然后刚开始用的是这个黄色，把这颜色改了一下，那绕两圈的线。这个祖母方格，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勾啊，三个辫子针的起立，再勾两个长针，这一共就三个长针了啊，三个辫子，再三个长针，好，三个辫子。三个长针，三个辫子，勾四组，代表4个角。好，结束，一二三个辫子针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把这个线圈拉长，然后这里，这拉着那再动的这一根线，先拉，再动的这一根线啊，把它拉紧之后，再把这个线头给它拉紧，直接在这个第一个针目这里。拧巴，然后断线，颜色随自己啊，想要多少个颜色，就多少个颜色啊。这个随便哪个角里入针都行，一二三个辫子针，然后再三个长针，好，再三个辫子针，再三个长针。啊，刚开始这里说错了，三个辫子针，两个长针啊，这三个辫子针代表一个长针，这一共是三个长针，然后在每一个这样的角里面勾三长针，三辫子，三长针，来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三个长针，三个辫子，再三个长针。啊，边钩把后面这个线给包进去啊！好，大家把剩下的两个角钩完。好，这个最后这一组钩完了，这个第一组这个还是这个辫子针，这个针目上面拧巴断线。啊，这个是第二圈，接下来钩红色。
还是一样，三个辫子的起立，再两个长针，再三个辫子针，再三个长针。好，这个两个角中间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出来，这里要勾一个，勾一组，单独勾三个长针啊。等于说这个角上其实是勾两组的啊。好，抽出来了。到这个转角上面啊，转角这里了，也是转角还是三个长针。两个辫子，然后再三个长针。这样啊，就是在中间多了一组啊，然后大家把剩下的两组勾完。这个勾到最后面，直接在这上面这个针目这里引拔断线。好，最后用绿色，也是这个转角这里入针，三个辫子针的起立，然后再勾两个长针，加上这三个辫子针就是三个长针啊，然后三个辫子针，再三个长针，然后这个中间就是两组三个长针的啊，那这一组这一组，每一圈其实它只是这个中间这里再加针。每一圈加一组啊，三个长针为一组，然后这里再勾三个长针，好，这个转角这里啊，三个长针。三个辫子，三个长针，这样子啊，这个这里就是两组啊，大家把剩下的勾完。同样啊，这里勾到最后面，然后在这个针目上面引拔断线，然后这样子的花片要勾八个啊，八个花片。如果这里是个翘起来不大平整，这样拉一拉就好了啊，就平整了啊。现在我要教大家最后两圈这个白色怎么的，怎么勾啊，都是在转角这个位置入针啊，随便哪个角都可以。三个辫子针的起立，第一圈勾法是一样的啊，再两个长针，然后再三个辫子针。这三个长针，好，这里这中间就有三组这个三个长针的了啊，三，好，这里还有一组，好，又到这个转角这里了，转角这里是三长针三辫子三长针啊，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啊，把这一圈勾完。那这个勾到最后面也同样的，在这个针目上面这里引拔，然后锁一下，返回这个洞里面，那这里再勾一个短针，再五个辫子，一二三四五，
这四个角转角这里同样没有变，三个长针。三个辫子，再三个长针，好，勾完这个角之后，然后就是五个辫子，在下一个这根洞里面勾一个短针，那下一个这个洞里面勾短针，五个辫子，啊，这个位置短针。这个位置短针，然后又到这个转角了，三个长针，三个辫子，再三个长针，四个角都是三长针、三辫子、三长针没有变的啊，只是中间它是那个那五个辫子。下一个这洞里一短针啊，这样勾啊，我数一下这个五个辫子这个这洞几个，一二三四五个啊，这个是就这么勾啊，然后这个如果是大家的花片勾的大，多勾一两圈的话，这个洞跟着增加的啊，然后大家把剩下的勾完，看一下结束啊，结束这里勾了一个短针之后，也是还有五个辫子针的哈，然后跟第一个短针这里拧拔，哎，搞错线了，然后断线，这个线头后面要缠起来啊，然后第一片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勾一个完整的啊，第二片最后这一圈开始连接了，边勾边连啊，第一圈这个白色的这个还是一样的勾法啊。然后这个视频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教大家怎么连啊，拜拜。